三瓶药，这还打个屁！三瓶药。 开局三瓶药，预热很重要。汽车是不是刚打冷启动，它是不是也不能立刻就开啊？就立刻红油门，就你冷启动，它要等一会它才开是吧？就要等发动机它。 各个部件它热起来了，你再开会好一点。是的，这么有说法。杰斯这英雄都不好打呀。 我是不可能帮你的，哥。你说你何必？你何必？ 我闪错了，我想往那边闪的，我想往后闪的，躲他 Q 的。哎，算了，就当我闪成功了吧。哎，我这闪现交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闪交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们应该知道我的，哎，你们应该知道我那个意思，就是我想帅一点，懂吗？闪现到后面把他的那个致死伤害躲掉。你要说我被杀了，至少还好。哎，那行吧，行吧，都一样。 哎，就当我闪成功了。我鼠标位置放不对，没有，我一开始是想要缴越他这个野，他也吃不到，他干脆走了算了，我就没打算去帮他，结果他还要回去打，他就死了。杰斯他刚刚不叫闪，语无伦次，七老师话多是吧？给你来一拳。 这个人单枪应该要报复性更可恶一些。他闪现一直团用。 打杰斯，你 W 别乱交。有没有可能他没有闪？<笑>是，他打一局团应该把闪用了。那我就不是很怕他。那也怕什么？我将用鲜血的海洋。 闪了，闪现好了，闪现好了，也行吧，我没有赏金。 我三个人头都没赏金，可惜是的。哇，完美的血量刚刚好。那等一下，我等下就可以连吃两个路程，三百多一点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哇操，这英雄真变态，一套800，真的牛，还带点火，就更打不过。一套800带点火，他主要他还肉，这英雄，他边近战很肉的。 清线也是秒清。 他加强很多了，这里，很变态。这里，可以，这也算防给小月。杰士加强了，他加强之前的版本不是加了很多。 他怂了，直接打就好了。不怂就赢了，不怂两个都杀了呀！哎呦，他太怂了，这皎月，他不相信我，相信我两个都能杀，他也心虫了。我操，我难打了。 这皎月看来心不了呀，他直接打就直接开大就好了，没有什么不敢打，你打就算死了我也能杀两个，哪怕说我死了他也能杀两个，他这太怂了，我操，他还单挑把这个打了，300双杀，这怎么玩？对，就现场吃得到的。 九级，就觉得出来装备无敌，而且这个线还是朝他那边推的。杰士没换人，就是这个英雄强，仅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 学错了，我操！我操，这波死了就结束了，直接结束。 皎月这波还挺关键的，大招把那个拿断了。
赶紧走，踢出来。 这什么操作！我操！我不敢被他打一下，他这英雄打得太痛了。我现在越玩剑魔，越感觉这英雄太激注了，脚越说活下去。 人活一口气，哎呦，这么上头啊！啊！要气死的，有点像以前被秀的我，我也上过这种档，太生气了！我的妈呀！这杰斯怎么不掉血？ 这莫甘娜，这金身都没用。鬼这莫甘娜，我要杀这莫甘娜，我还得 Q 一下 Q 一下，这剑魔杀人他有时间的。杰斯好渣呀！ 不闪，反正我闪，你不闪我闪，杰斯应该要过来，我来了，那么生气了。 那么生气啊！ 哇，你也那么生气啊！我操，干嘛？一个一个送，排队送死，可以。这把角月帮我，但我要有作用。我操，排队送死。这把用的皮肤还挺顺手的。人活一口气，不是你们活一口气，都不是只活一秒钟啊！ 这是长远考虑的呀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干嘛非要降这一波呢？那么降，小月心想这把稳，这小月玩的还可以，就那波我跟他没什么配合，他也起来了，他出肉的，半肉。感觉对面吵起来了，嗯，应该不会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吵起来。 想搞个仲裁捏，这个好像只能抽奖抽出来，只能抽奖抽出来。来，再推一波杰斯，快点！Hello， 他好像心态爆了，不想玩了，应该是吵起来了。 玩游戏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吗？但我也不血气方刚啊，这跟年纪无关吧？有些人到了50岁还是血气方刚的，这
这个年龄无刚的，只能说玩游戏都会有一点这种，毕竟是游戏。我冰刀了，我罚站。Double Q， 这 W 还能撑一个。嗯，去后面，我要从杰斯后面干他。去中路了，高地不要了。我操，好配合呀！这男枪被拽回来。50岁还当愤青不一定啊，看那个叫什么《车祸启示录》，那不一样吗？这60岁还划人车呢，不好说的呀，这东西。我的妈呀，这能打我半血！喂，这英雄是真的好，我觉得这英雄出，这英雄就像是神分的青钢影一样，他这个装备只要一出来，那个伤害看不懂。就杰斯这英雄，他只要那个星虫一出来，就跟青钢影的神分出来一样，看不懂，很厉害。没有控制。青钢影这版本后续不好出，出那个呀！我今天碰到一把打得还可以的青钢影，那个他是直接神分，然后出那个15，就是不假鞋神分，然后买那个800块。然后直接买15，他那个思路挺好的，就很肉。蛇女5-1到5-6是吗？我还没注意，那个思路挺不错的，哎，搞得我都有点想去玩青钢影。神分，然后直接买那个800块钱，然后就无脑去找人打架。但是我的青钢影玩的一坨屑。第一把九头蛇现在可以第三件做吗？你说剑魔呀，剑魔出九头蛇没什么用，他不缺清线的，而且九头蛇他那个效果不太行。你还别说，这蛇女伤害真高。我自己走，我跟队友走就没抗性，我要自己走这个才高。应该是吵架了，但是还不知道跟谁吵。杰斯应该是跟人吵架，但不知道跟谁吵。他这个样子应该是不讲，可惜了，那么大优势。
哇，真爽！哎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不关注。我操，这把皎月帮的太爽了，后面前面就那一波配合有失误。